家人们，营养快线都出新品了，真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呀！这个是低糖版的，然后我看一下啊，这个是原味的，添加透明植钠酸。还是一样的味道，就是有点那个苹果的味儿，有点像那个橘色盖子，不橙色盖子那一块。然后喝这个吧，这个是香草冰淇淋味儿的，这里边添加的是氨基丁酸，也不知道这些玩意儿都是啥。这也挺好喝的。然后最后一个是椰子味儿的，这个是瑞士乳杆菌添加了。它这个低糖我没喝出来低糖啊，还是挺甜的。然后低脂肪、含膳食纤维、含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，应该是更有营养吧。猜不到，反正都是老样子的味道。哎妈，这三瓶给我喝的撑死了！这原味是最好喝的，就是那个苹果的那个味道。拜拜。